那我搞不了，搞不了哈，搞不了了是吗？那我不想再回去了。我搞自己，我搞不了。去《武林外传》呢？那我能？别人的就给他整错乱了。亲爱的、热爱的，包括子韬演的《家有儿女》，我都可以搞。啊，你演过《家有儿女》吗？当然啊，没有。真的？真的长大了。不是，你别听红雷哥的，子韬不是，那是张一山。不是张一山，我当然认识了，演戏演得很好。张一山是谁？是《家有儿女》的刘星，小死男朋友的那个。哦。不是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演你男朋友？张一山没演过我男朋友，他是我弟弟。要不说你怎么是我姐呢？从你开始错乱，全盘错乱，从导演到你不家有儿女吗？当然啊，这不跟丹姐一块演戏的孩子吗？你就那个家有儿女的小女孩啊，杨子啊，啊，杨子啊。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我真的不，这大姐错乱了是吗？大姐这劲儿也太大了。娜姐，你以为他是谁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杨子，我就是那小女孩。娜姐现在就已经错乱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